确实啊，团歌给大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创伤，是吧？播出了一个月了，这难听已经上了3次热搜了。我听见点听，哎，怎么还没有我们？那鱼这个审视水平不太公平，我发现。今天呢，健康专场给大家治愈一下。是这样的，我从来没有写过情歌，之前写的歌不都很燥吗？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健康的主题特别适合写情歌，所以特意写了一首。嗯，老师，灯光。请欣赏歌曲《白色生死恋》。已经忘了失眠了几天，今天又睡不着，所以想起他的脸，告诉自己忍住不要跟他见面，但如果不见，痛苦又会多一天，所以我来了。换掉王冕。这就是我们的白色生死恋。还跑掉了。天伦去教他，天伦。我们俩的关系很亲密，他了解我所有的过去。有家族遗传病史。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一点点秘密。还得过痔疮。也不用尴尬，他总能缓和我尴尬的情绪，因为我也想当气氛大王。他有些时候也有点调皮，想突然考验我们的默契，会毫无防备在我面前唱一段旋律，当他唱出每句啊啊啊，我都能接下去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叫我闭上眼，在我耳边说：“你倒是睁开一只呀。”我毫无保留把真心对他展现，他掌握着我的 X 光片。但是刚刚他让我有点心慌，王冕，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变了样，好像有一些话不好意思亲口对我讲。那个，我一问，原来是要提前见我的家长。这个病确实得给家属聊一下。不要让我的爸妈紧张，所有问题我都能自己扛。这么年轻，我知道因为工作熬夜身体亚健康，还好我之前买了保险，上微信服务找腾讯微保帮你选保险，真的懂保险。可是分别总是在所难免，转眼就来到了分开的瞬间，不知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。别走。他有点不舍，还有一点眷恋。真的别走。在我离开之前，他留下了美好的祝愿。这个病你得住院，你得住院。
这就是我们的白色生死恋。谢谢。哎呀！谢谢。谢谢两位的白色生死恋，我相信很多人现在都已经生无可恋了啊。我们马上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程璐。啊，程哥呢当上领导以后，酒局确实太多，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但是他的下属们呢，哎，身体越来越好，为了跟他一起喝酒，都加强了身体锻炼。程哥很问的，程哥说：“哎，你们这是为了扛酒吗？”不是，程哥啊，为了扛你啊。让我们有请效果文化的健康大使程璐。大家好，我是程璐。开心开心，哇，我的下属越来越厉害了啊！我们都有杰伦了啊，太厉害了。他是我们最伟大的作品啊，这个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公司的一些歌哈，这个刚发的。支持一下杰伦新专辑。很开心啊，今天因为今天是健康专场嘛，我们请来了这么多的医生，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给李诞做专家会诊呢。他们就是来讲脱口秀的啊，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有一天医生会拿着脱口秀的稿子问我说，领导，我的稿子还有救吗？我说我尽力了，你想讲点啥就讲点啥吧。这个我当了领导之后身体确实是越来越差了啊，最近我呼吸都有点问题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呼出来的气老是有酒气。我的司机送我回家都对我说，你不要讲话，前面有交警啊，我怕被查出酒驾。我说我，哎呀，其实我又不傻，是我喝酒，他怎么可能会被查出酒驾，对吧？他就是不想听领导讲话啊。这个公司呢，为了我们的健康，还给我们安排了体检啊。这个我现在的健康格言就是坚持体检，坚持喝酒。有一次一身酒气就去体检了，这个还跟医生说，你检，你给我检，我没事儿。哎呀，检查结果一出来，不仅肝有点问题，胆还有点肥。医生说我现在跟你一样头有点大。头大，这个公司每年安排体检呢，其实很多脱口演员都爱跟我一块去，主要是想约我的大头一块去啊，他们太喜欢拿我的大头开玩笑了，真的就是量身高。庞博说，程哥这个身高幸亏有这个大头，要不然不得一米三了。这个比例两头身大帅哥啊，做核磁共振，哇，李诞很贱啊，问医生说，程璐的头卡住了，是保机器还是保大头啊？过分。这个建国呢还刻意拿了个尺子过来量我的头围，哇，拿着尺子在我头上绕啊绕啊，边量边说，哎呀，这个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太过分了啊。这个当然我们公司身体都很好，这个我们公司还组织了专门打疫苗，前一阵就一般人打疫苗都会问医生有没有什么副作用，对吧？我们公司的人都是问医生打完疫苗多久可以喝酒啊。医生说七天，我们啊七天能不能少一点，你想多久？三天行不行啊？人家隔壁都是两天啊，三天我就在你这儿打，不打我走了，我真走了。你这里打得好的话，第二针还在你这里打啊！医生说好好，看在你诚心打的份上，三天给你一针啊！不要告诉别人啊，那个开玩笑了，医生不会这么说的。大家还是真的要少喝酒啊，按规定打疫苗。话说回来了，其实不到万不得已，大家都不想去医院是吧？上次我陪我爸去医院，医生问出什么问题了，我说我得给我爸做个 CT 啊，我爸吃鸡爪，把这个骨头卡嗓子里了，医生说做 CT 要600块，我爸说啊这么贵，医生说嫌贵，以后就买无骨鸡爪啊。我是多么孝顺的人是吧，我说爸不贵，以后咱就吃有骨鸡爪，卡住了咱还来啊，非常孝顺啊。
当然了，最后呢，我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医生啊、护士啊，包括社区的很多工作人员。我们在上海搞过一次医务工作人员专场，给他们送去了一些快乐啊。当时钟明医生就去看了，看完之后跟我们说，演得太好了，以后少演少聚集。反正我已经看完了，几个月过去了啊，想不到他不仅看完了还学会了，你看今天都来给我们演出了。原来呢，我们觉得脱口秀演员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些快乐啊，作为我们的回报嘛。这个现在他们都已经会自己制造快乐了，是吧？医生太伟大了，我们太没用了。不多说了，我要去学医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程璐，谢谢。谢谢程璐。想不到哈，大头的梗这么好用，用两年了。